现在分头的做胡家的工作，要出来说话，让海峰以国家党的利益为重，要站出来讲话，参加活动，然后要说服锦涛参加活动，露露点儿，甚至让胡家的一些人呢安排参加一些活动。这就是共产党，只要共产党一安排这种事，这个人就结束了。就是他安排你露脸，安排你活动，他就怕你揭穿，利用完他怕你说真相，那必须让你消失，而且已经强烈的威胁胡海峰了，说如果你不出来维护大局政治安全，那后果很严重。